真好吃，这面包是谁买的了？是妈妈买的。妈妈买的，那这双鞋鞋是谁买的？是爸爸买的。爸爸买的，是什么鞋呢？是汪汪队鞋。汪汪队鞋。是阿奇的。阿奇的。我现在就是警察了。你是个警察了。我在看到去抓小偷了。抓小偷啊？我警察要去抓小偷了。你口水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没有了，你口水了，我宝贝了。我的还不错。啊，到表妹这里了，哎，还蛮快的，表妹哦。表妹住新房，乔迁。梅鹏，梅鹏，表姐，这房子还不错。哦，这个是厨房，厨房长方形的哦。厨房，这里面可以容纳好几个人在里面做饭，两三个都可以。这里有水果，沙发。我外婆，咦，恭喜你乔迁哦！恭喜你乔迁！好的好的，谢谢。要穿我红色衣服而已。这里还有个小房间，这里有个洗手间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房间，还可以，这里是两房一厅。两房一厅，一家三口可以容纳一家三口，四口都可以的，五口都可以，都不挤的，都不宽敞。妈，哎呦，这个松糕好松软，现在切，每个人分一点。舅娘今天送来，是我姨的乔迁，乔迁之喜，然后。他帮我带了一瓶这个茶油上来，到时候我跟宝宝下个月就是宝宝了，到时候宝宝洗澡啊，就涂上这个茶油，大山里面的。山茶油就纯手工干水，我舅娘给我的，她是山里头的水，她自己晒干就给了一袋给我，好心疼我。还有这个茶油，我把它给放好。我舅娘跟我那么好，给了。这个是盖这个松糕的，这是蒸松糕的顶，蒸顶。这我外公，这个是我姨爹，他们在分松糕。大家好，我是二丫，今天我来吃我表妹的乔迁之喜，就是我姨的女儿，她买了新房子哈。我亲姨就是我妈妈的亲妹妹，表妹，啊，她这个乔迁啊，然后跟我老公还有我的小孩都过来，她这房子这里玩还挺好的，这个房子挺宽敞的，她这个厅很宽很长，可以站好多人。它这个阳台对着这个山，对着这边山，也是风景很好的啊，空气好。现在我们先在房子里面玩一下，待会我们就去饭店里面吃饭了啊，就是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过去了。老公拖地，好湿，他说拖一下怕小孩滑倒，好细心。阳光玫瑰，蓝莓，现在我们已经到饭店了啊，忙进去了。哦，我们到了。啊不要动着。
这这边这。小弟弟。吃牛筋。这边小弟弟。走，好，我们已经到了。哇，好热闹！这里面有四桌。我带我外婆过来上洗手间，找个位置。这个是在我们桂林的春季哈，这里面的环境还不错。以前我也在春季也上过好几年的班，但是都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了。打了个红包给我，拿给我姨，待会准备生菜啦。你这干嘛啦呗？你系好安全带啊。这个是蒸蛋啊。好烫好烫好烫，等一下再吃。哎，小宝好喜欢吃这个蒸蛋，好烫噻，不要拿。公公，先给个红包给你。哎呦，姐姐，你包没了吗？哈哈，没到。谢谢啊，巧心之气啊。这个是杨梅汁，这是四牙，这是表妹。我要。欢喜，先上菜吧。这个是虾。老师，你吃饭了，吃饭，开餐，让我们开餐了。好丰盛的饭菜，开餐了，网友们，我们吃饭啦！虾子粉丝好香啊，又上菜了，还有双味虾，这个虾子粉丝，虾子啊，那个汁要放一下吧。我也是虾子，来，哦，行吗？你吃米饭没？吃啦，米饭了。哪有米饭了？这个是牛血旺还是猪血旺？这是烧鹅，春季烧鹅，招牌菜。外婆，外婆，身体健康啊！啊，大家身体健康！好嘞，大家身体健康！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五一啊！今天开心啊！辛苦你们大家了，一月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一月的苗条啊！一月苗条啊！年轻啊！吃饭了，幺姐。还要分他们。吃饭了。哦，你吃吗？有五斤黑豆，明天帮粉丝打继续啊。哦。吃饭了。我等我妈她来再吃吧，他们家人。那我先回去啊。你讲，你先吃。妈。这个扣肉也好香，夹一块芋头。妈妈也来了，妈真的，真的，那真的，是乔迁酒。小宝宝，还要给红包，我姨每个人发一个红包，每个小朋友。对呀。菜都没上完，我就吃饱，就有点腻啦。二四牙，菜都没上完，我就有点吃饱，有点腻啦。好多肉，16个菜，我的天，16个菜。表妹说，还有还没上完呢。我的天哪，还有鲈鱼，你看吧，那个烧鹅剩那么多，这个青菜，16个菜，今天我的天哪，现在流沙包。菜都还没有上来，我就饱了。
也是这样。西瓜，我要吃西瓜，我也吃西瓜。嗯，小宝吃西瓜哈，小宝。大宝，你咋？还有好多菜没吃完，看一下。大宝，我没吃嘛。个个都撑着了。我肚子痛，跑嘛，还跑不跑？还跑不跑？阿胖，你别动啊！哦，昨天我笑脸脸。干嘛呀你？高兴啊！要表弟玩了。哦。小宝睡着了，老师叫肚子痛。睡觉了。妈妈包开的。爸爸抱着。叫我外公打包回去，吃不完了。没电机，我打车。要妈又给钱给外公外婆了。妈姨也给钱。买外公鞋啊。回家嘛，那得回家呗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嘛。那去，回家嘛。回家嘛，那去，那钱去，回去，回去嘛。上回去回家嘛。喂，那去嘛。不嘛，要出去回来。我回去嘛。要出去回，我回去嘛。我这边，我这边，我这边。没什么弄的。哎，还没几十个。哪个没有？哎呦，哪个？